有网友在机场偶遇正在拍摄手机二的范冰冰，视频当中的范冰冰戴着黑色的帽子，一袭白裙，虽然是后置的摄像头无滤镜，范冰冰的颜值啊还是很扛打，一手叉腰，另一只手则是搭在行李箱上，女神范儿十足。冯小刚呢也是在现场指导，